恢复精神的先后主谋，明白自己重要暗将，正想找出名医解除体内毒素，不料刷车那路路。以为来意不信，来兄弟就将民将，我不你也狼逃。为了守兄弟同心，金吉心不惜辛苦，奔向西风。这位朋友，你要见王亚摩天啊？对了对了，这应该是亚摩天的入口吧？我错，不过奴秀肯定唔通去啊。前面就是一片的沙漠。凡是亚摩天不应的人拢会死伫中途，莫入去，哪知影有缘无缘呢？话是无错，不过通常一旦进入亚摩天的人，拢是多行高深的修行者。但我看你并无亲像修行做人，你是食饱修行？专工前日才看人修行有够猛够险，为着阮老岁啊，就算会死伫沙漠，恁爸也非进不可。你的真心真让我感动，一滴水送乎你，无带水娘想通过沙漠真困难。换一个办法。凡是菩萨去讲普通的话是啦，没来考验我，去修行的名分都是安尼写，多谢你嘿老阿伯啊。阿妹喂，我告侬啊，我饮一罐水也实在冻袂了咯。考验考验考验，金吉先能通过如此的考验，英雄亚摩天吗？苏环真无敌啊！安尼反手六冲太危险了，伊个白云交山一工到晚，拢想杀六冲，我也是恢复本尊较安全。只是六冲。要是环境的功夫，我一轮必胜。享受极端的青龙术，以安地在琉璃仙境的精神集中修用，突然间杀神降临了。天啊，是你说话，是受环境的功夫，是杨唐楼。青龙子受环境的异地击杀，我边有人行杀青龙子，青龙子不见了，行杀我边之人再追青龙。凭空胜利配文，今天来到琉璃仙境，来人啊！上！刺客，刺客，刺客！这位神秘杀手为何出现在琉璃仙境呢？是来为青龙族解围的吗？又是修水之术，木匠龙，或者另有他人？一算星经过一水老祖，一定躲过死的吗？金吉仙有办法通过考验，收集多灵复生吗？神火祖木对上多剑分刀。能保得住暗凶的人头吗？搜索员又何时脱困？这两名神秘学者是何来的？欲知精彩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《宝地戏》《铁公道之创世公人》第七集。
一针心经。